我的妈呀！我现在在山东，你看对面就是江苏。今天的天气太好了，都能看得到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斗啊。天气好了，这心情也好。今天白天呢，那个因为风太大了，不能赶海呀。虽然说天气很好，咱们到晚上过去吧。我估计今天晚上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。这云真漂亮。对面的山也看到了，我天嘞，太美了，真的。今天不想赶海了，看看景吧。我让你们看个螃蟹是怎么抢地盘的啊！好几只螃蟹，我这头灯一打过来，啊，都跑进去了。你们的本事呢？那好像还有一只，我看着，好几只螃蟹。在这抢地盘，在这里，看到没？那，就这只最厉害，三只螃蟹搁这抢地盘。你说你吧，哎呀，他俩抢就抢了，你跟着瞎掺和什么嘛？来，走，都跟我走，都跟我走。我的妈，又跑出来一只，你跟着瞎掺和什么嘛？无语。我这把石头搬出来，又一只大生蚝，看看啊，舌头都露出来了，是不是啊？对吧？慢一点。哎呦，拿闭上了，差一斤子夹到我的手。这么大生蚝，带着，先给它圈一下盆子，要不然就跑了啊！圈一下，你们再看看。哎呦，吃蛤蜊的搞了半天啊！你看看啊，我前天跟你们说，他把那个蛤蜊吸一个小孔之后就吸死了，就给他，这不在这么小孔，看到了吧？这东西就用他那个舌头给他吸干了就，那里边的肉都没了，看。这个可能是饿坏了，吃海草了，委屈你了。这海葵不小啊，这个是真的大。哎呦我天嘞，这有石头，哎呦不太好挖了还，啊，有石头就不太好搞了，但是肯定跑不了的。哎，摸到根了啊，摸到根了，来，看看怎么样，大头儿子。你小头爸爸呢？还行吧，可以啊。看到没？简单，朋友们啊，这种景我给你们讲，也就在小斗这边能看到，在其他地方很难看得到啊。简单。哎呦呦，脾气这么暴吗？这也是个苦命的孩子，没人管，没人问的。你妈妈呢？找地方把他放了。走吧。我的妈呀，好大呀！这个有意思哦。哎呦，这不走近看都看不出来，我还以为是个贝壳。过来洗一下来，赤甲红啊！哎呦，这个肥，这个要蜕壳了，这个肥，我的妈嘞，这个肥肚的。100多一斤，这种肥肚的，太肥了。这个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可能是受伤了。这个皮皮虾没劲了，但是还活着啊。那走吧，我看你这大个子长得挺高的。我刚过来的时候，它搁嘴闭上了，喷水了一下子，毛梗。这个毛梗可以啊，个头挺大的，这个用热水那么一浇啊，直接吃就完了，吃了就完了。画个圈圈给它圈起来先，是不是有朋友还没看到比目鱼？怎么样，这比目鱼这个头，哎，找大的，看到没？拿来吧你，
杀光鱼。我看一下你再走，我下次抓到你，我绝对我不放你。这个地方一看就被人翻过，连翻都不用翻了，没戏。哎，下手晚了，走了，1100了，再不走，3点多了。